Винаги имайте уважение към учителя. Част 4 от 5. Между учителя и учениците. Изнесен на китайски на 20 декември 2017 година. Гаосюн Тайван. Известен също като формоза. 那个凡夫的人，他看法不一样了。他看那位名士，有时候他没感觉什么。如果不伤害，已经很好了。就有会有伤害心了，嫉妒心都有。生生世世，是否前世、啊、也是当名士，好好多次嘛。生生世世都被伤害很惨了。朋友也伤害自己，工人家人，工人也会伤害，懂不懂？那些都回来，现在当徒弟呢，可怕，嗯。 我不记得很多，不过现在记得什么就讲什么哈。有一次我有先生嘛，啊有先生，然后好几次了。以前也许是在别的国家，先有先生小孩什么了，然后再当名士嘛。有时候是这样啊，不是每一个都当名事就诞生的。OK，已经结婚好了，不一定不能当名士，就是命是这样子，应该结嘛就结了啊，然后。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当和尚，还是被人家拉回来做先生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师傅还叫他，你那个业障跟他还要还呢，然后要走了，不然那个小姐一次生病快死了，然后还是那个和尚还是要回去跟他结婚了，然后每天坐在跪在地下看太太跟看佛一样，有没有记得？啊，那看你的心了啊。 不一定结不结婚呢也有问题，不一定哈。OK，你单纯心你结几百是无所谓啊，了解吗？结越多越烦 <laughs> 哪一个笨蛋才结那么多哈，一个已经烦死了，还要结那么多？你看哪一个哪一个国王高兴快乐吗？没有，太多太太了。他们正找那种气氛已经很烦了。OK，不过他们有借口嘛，生多儿女啊，然后嫁出去隔壁邻居的那些。 国家当那个朋友嘛，啊，联盟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有一次啊，我也是当临时嘛，然后有一个工人呐、啊，他现在现在已经被罚好多次了，在地狱上来，现在当徒弟，而且当也当常驻嘞，太可怕了，啊，没那么容易了。好。<laughs> 呃，uh, 不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怕他，你们不用。嗯，那个以前因为他要我先生，他是一个当当上助手、管家那些女的啊，然后他要我先生，先生好看，先生现在也转世回来当徒弟了啊。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互相勾结了，然后就把我车子哈，开车的时候就。 装怎么样了？然后把我退到退到很深的那个地方给我杀这样子，然后先生也拿到了财产，也全部变成他的。那是这一个，另外一样也是全是回来，当靠近的土地也是长租的，以前也是也是嫉妒，看很多人来卖房师傅啊，呃，他以前是那个是当先生，现在回来当女孩子，啊，嫉妒嘛，嫉妒心，然后。 呃，uh, 因为多数名师他结婚是光结婚了，不过当名师以后啊，他一定会照顾他徒弟的。即使呃跟太太离婚也无所谓的，跟先生分开也没关系的。主要他当名师以后，他心就转了，不管多少先生多少太太，他就不可能专心在他那个家庭那里的。对了，他心就转变了，哎。 跟你们有时候，呃，应心完以后，心中比较转变一点，就不怎么那么，呃，那么贪恋那些爱情的那些了，是吗？哎，名字也差不多，比你们还要那个更，更放下的啊。然后，那就大概也许忽略一点他那个所谓的先生了。然后他怎么做呢？<laughs> 他把那个。 师傅啊，那个时候他把我关起来，在一个房子里面，让我饿死在那里，会死的，最后会死的啊，嗯、啊，哦，还有很多我忘记了，最好忘记了，不然一想就可怕了，会不能爱人的，越想越越怕人，有 <laughs> 就那个爱心会减少一些的。 呃，oh, 不，不会了。我意思说，想那个时候会了，不过不会永久这样减少了。会了，会想到那些时间我会怕。OK，嗯，嗯，所以不一定是结婚了以后，证明是会有那种拥护的精神，不一定呢。啊、uh,，看看那个那个太太好不好，开不开悟啊？不是每一个像像叫什么名字？ 高比尔的太太啊，什么那些啦、啊，那么开明的啊，或是呃 c h r i s i n a 那个那个太太啊，没那么开明的，很很运气很好才能够抓到那种太太，诶，而且因为以前结结过的嘛，结了以后再当名次了，就不好选了、啊。在印度啊，以前呢、啊，现在也是很很很强的那种。 呃，那种传统了，就是结婚的话不是恋爱结婚了，现在也是这样的。不过现在当然摩登了，然后有一些就会恋爱才结婚的。以前都是父母呃安排的啊，我们亚洲以前都差不多嘛，有没有？不是总还没生出来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生出来这个，如果是女孩子，就跟你男孩子生出来就会当夫妻的。 然后小孩生出来，明明不知道任何东西，又结了，<laughs> 就是这样。呃、啊，印度的话，印度以前传统很强啊，结婚以后就不能离了。多数那个印度的那个太太呀、啊，不可能离开他的先生，不管好坏，还是跟他一辈子在一起当太太、相夫的。嗯，呃、啊。 安排结婚的还是这样，然后慢慢日久生情就对了。不管他们好不好、爱不爱，还是要结了。注定一定是这样，已经注定了。要找那个媒人啊，讲话哪一个那小姐好看啊，或者是哪一个丈夫那边家庭蛮好的，然后看生辰日子啊，合不合啊，个性如何，社会的那个等级啊，高不高啊，有没有钱啊，有没有学问等等，到就结了。小孩没话可说。 呵呵呵呵，<laughs> 要不要也没关系，因为那种传统啊，所以很多很多男女的幼年呢是很痛苦的，心疼的。因为也许刚好恋爱某某些别人了，然后被父母强迫跟另外一个结婚也是很痛苦的。不过慢慢来就习惯了吧。哼，他们不管了，父母不管了。比方说那个男朋友哈。 他喜欢的，不过家庭贫穷，不是那个社会的那个名誉不一样啊，在印度更糟糕，有四个那个呃社会的不同的等级，的社会等级嘛，一些是当那些奴威工人的啊，一些是当那个军人那些哈、啊，一些是那些皇家的，然后一些是当什么比较高的那些了哈、啊，我忘记了，我也不管那些了。 我不要，我不要知道，我不要我们社会有那种啊，所有以,以前呢、啊，你们家里做什么、啊，有多少钱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因为我不需要嘛，我不需要知道，所以对你们都平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我对那贫穷人啊、呃、人比那个呃富有人那个比较有忽略，有吗？从来有没有？即使误会也不会吧？没有哈，对你们都平等哈。 啊，那现在有人问为什么我在电视上写是嗯某某人是博士，某某人是呃工程师等等哈，因为外面的人认为我们团体之后都是笨蛋的，哎呀没学问的跟着师傅，因为啊迷信的，懂不懂？呃、啊，太不懂吃的，哎才跟着我，了解吗？啊，大概用什么神通了？呼啦呼啦这样。 如果我能用神通，我把全世界都就优化掉了。不要在这你们这几个傻瓜这样的，烦了、啊，<laughs> 就不用盖什么房子给你们，也不用搭什么帐篷啊，啊，随便整个世界被我迷化掉，能不能想象？我要哪个供电就我要那个了，了解吗？你们来的话，几百个房子，一人做两件，<laughs> 现在现在一米是五个人做的，极其那个样子。 没关系啊，冬天温暖，OK <laughs>。我们心里很宽就好了，了解，OK。因为我这样子，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我是哪一个是做工程师，我根本没问嘛。也许你们有写在自己的硬性单了、啊，不过我没有看那个了。以前到现在都是随便，都是什么人要硬性我都准的。 我都给大家一个机会，我从来没问过他是不是家里有没有钱啊。啊，万一我要用呢？根本不需要，我没有那种概念嘛，没有那种准备心做那些东西啊。我自己从来以前没有钱呢、啊，还是自己靠自己的啊，这样子自己可以保存那种公正的心。嗯，前几天有人想买这个电话，因为。 他认为这个大概打不通，因为这个电话不一样太困难。他说这个比较好，他再买一个。哦，我学得很辛苦，已经这个还没有学会，他要买另外一个。他说这个比较容易，结果看起来都一样啊，还是还是不能动太多、啊，动太多他全部跑掉。你呼吸太快的话，他也跑掉 <laughs>。 你挥一个手，这样跟谁挥手？哦，奇怪，这新闻不见了。呵 <laughs> 呵，东西再找很困难。<laughs> 我昨天练习好几次才能够现在通心了。以前都是用打电话的，而且打了半天呢，抓不到人了。我还是用走路过去找人的。因为他们的男孩子的办公室都是男孩子嘛，我不想不想过去。我也懒得打电话，我认为写信比较好。 结果我不会啊，这个我会，这个很简单、啊、最简单的、啊，两岁小孩也可以用啊，生出来马上可以用。嗯，我喜欢，就是这边它好像功能比较少，我认为功能比较少，结果买这两个还是一样傻瓜，这边用不着。嗯，气死了，懂不懂？有时候急了，整天的是打电话打电话，浪费很多时间。啊，公文那大队在那边等，在这边打电话，哎呀，所以就是了、啊。 这边就是了，太放松了。<laughs> 我还没来以前，他们说啊、哦，高雄是不一样啊，在那边是很很轻松、放松，就得 relax。我现在来才知道，<laughs> 连电话他也很放松，他不功能，他不想工作。啊 <laughs>，不过我也觉得高雄也蛮好的、啊。像他们要买什么篱笆啊，或是买那些帐篷，我叫他们多大帐篷起来给你们，有没有？ 因为这边不够嘛，他们本来自己给自己用而已啊，了解吗？哎，这刚好给自己用。现在你们就来占人家国了。我叫了一两天而已，他们就马上来了。我觉得高雄蛮快，没那么放松啊，啊，做生意也是蛮认真的，就是大概你们，你们放松，我电话放松，嗯，我就问，就问那这边人，我说奇怪，怎么这边电话就这样呢？啊？ 打电话也很困难，这总是应该很强壮的，懂吗？已经比我这个看起来很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平常用这个已经很好，苗栗都功能很厉害啊！我有两个，一个充电用，我用电话很多嘛，所以一个要充电，然后一个另外用，哇，两个很舒服。来这边三四个逗留在那里休息，嗯、啊，最后来这边打坐没工作，哎呀呀、哎，最近都花很多钱没用，啊。 修理那个屏东房子，为了短租嘛，为了你们国外来舒服一点，结果也是跑来这边，因为那边臭味太太浓了，住久就不舒服啊，懂不懂？那每天吃饭也跟那个那个什么鸡粪混在一起呢，那种味道啊，了解吗？然后打坐也就闻到那些而已，闻不到檀香味啊。然后我就说怎么会修行不好，<laughs> 又怪师傅没有驾驶力 <laughs>。